他这个时候最紧张的时候。对啊，不然熊他妈等得不耐烦走了，是吧？他的钞票就跟着跑。那熊在看的时候呀，太麻了，半个钟头你们还不来，给足面子。平常我只是逗留十分钟的。那狗守着，应该那狗熊不太敢下来吧？对，200磅那个狗那个熊不敢下来。如果是400-500磅的熊，他妈一左边一巴掌，右边一巴掌打飞了去。没有，这车子正在开，突然挡风玻璃砰一下，你看一个手，一只狗，还有一只手，熊手就把一把抓出去，然后把这车举起来，砰砰砰这样丢。那三只狗都看那个方向，这都闻到了有没有？闻到了，对。而且他们你说的那是 King Kong 的，我靠，这里那狗被给扫下来了。You guys fast. 扶稳了各位。查理，你这个今天拍这个可以送到这个国家地理杂志。Yeah, yeah, yeah. National Geographic or Hunting Channel today. For Jensen, top guy in the north. Listen to that. Right here? Okay. 到了。Get ready. Yeah, from there, load me. Hey, Gee! Josh, you got my leashes? Yes. Go. Done. 现在我跟得上的时候我就拍，跟不上我就交给你。好。听起来好像蛮近的。蛮近，你可以 make. You can make. 对呀、啊。